你叫人哦，叫人混大啦！发财很快啊，来准备出财啊！给给给给！我的妈嘞！我的妈嘞！还七加几？好吃好吃！哦，你算是北方的，做博物馆长，我要说好。在比你家冲啊！嘘，千万快点呐！啊，我不是比较最好，那我就六块钱啦。哈，六块钱你也无简单，因为你大，因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在外口啊，而且红色较大，好明显哦。哇，我猜我比几波，还是强吼。安住啊！卡住了，出不来。我给你倒三缸了。啊，等一下啊。猫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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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你自己买出一点么来啦？哦，好啦，我来指挥出来哈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啊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，嘎！哎，有听到对不？哎，跟到我呢。啊，行了，啊，行了，带我姐。你甲手好啊！哦哦，我问你啊，你有算过拔萝卜无？哦，萝卜。嗯。我刚才算过炖萝卜呢。啊？啊！就是红萝卜炖，红萝卜炖，红萝卜炖完，白萝卜炖。白萝卜炖啊！白萝卜炖啊！白萝卜炖完。红萝卜。哎，好啊啦！你即摆过来算，你有想要出来无啦？有啊。有啊！你即摆听我的哦。好好。我即摆数到三。哦。哦，我用力拉。你都用力挤，听有无？哦，有啊。好，来啊，兄弟啊，好，嗯，啊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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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小姐，那不算亏啊，那能够呼吸，能够呼吸，哇，哎呦，这大，哎呦，哎呦，穿鬼，哪里啦？哎，救
去救人哦，叫人昏倒啦！我伫咧靠右边咧，你这种所在做这种代志，敢会受寒？这位小姐又昏倒了啦，你紧救伊啦，紧甲娘讲呼吸。小姐，你不唔对啊吧？你爱我去浸这粒超级大肉丸，你嘛较拜托诶。先生，这位小姐休克啊，即马怎么就紧救伊，紧救伊啦？我赶忙下地狱，嘛不爱浸这粒肉丸。肥胖又不是罪过。即马人命关天，你来讲这种话啦？你该是不是人啊？你是不是人啊？好啊。既然你这么有爱心，拿你这粒肉丸，你绝对背落去。好，加油，请享用。好。你别走啊，去救人啊！别走啦！哎呦，这样真的没人性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去接啊，你去接过来，你别搞惊啦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去接过来，去。小姐，你醒过来啊！你真是要把我惊死了啦！我有一个老狗，我一个我计救你，拢歹插你啊！你只要无代志就好啊。啥？乐多？无你照顾这位小姐，来一口就交我来处理啦。小姐，你无代志就好。我即摆哦，我已经休息室休困。